主料：排骨4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脆炸粉3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排骨一块清洗干净，排骨斩断，过沸水捞出，加入适量盐和生抽搅拌均匀，再入味10分钟，再加入适量清水和脆炸粉搅拌均匀，每一个都要沾满炸粉。锅中放油烧至七成热，下排骨炸，排骨炸至表面为黄色后捞出，香酥排骨炸好了，喜欢的可以在吃的时候滴几滴新鲜柠檬汁。烹饪技巧，很简单的家常菜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